几页了，只剩这几页了。你还剩几页？最后一天就可以写完。你当时不是说你还预留几天玩的吗？买完的时候一冲嘛。还有一本呢。还有两本我写完了。拿过来我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漏的。人全部检查。嗯。我作业呢？妈妈已经放哪了？我哪知道啊？我都没碰过你作业，都是你自己管理的，你就找不到了。是你帮我放起来吗？谁给你放？我怎么可能给你放？再好作业找不到了。我跟你说好多遍了，叔叔，我说要开学，作业怎么都准备好。这是姐姐的是吧？嗯，我也不知道你作业在哪去了，我都没管。随便找到了，哪里找到了？你放这个放在房间一个星期了，你看全写完了，最后一页写的真的是，哎呀妈呀，太大了，全写完了。你看，准备好放好。妈妈，我还要买个铅笔盒。一个学期一个笔袋和一个书包，我贴了那么久，你那书包耐用一点吗？而且我也没不是一个学期一个书包啊，我那个笔袋好像用了一个初一，然后书包从六年级用到现在一个都没坏。那没坏啊？那我明天给它泡脏水里面泡几下，你给我买个新的行不行？都给你洗干净了好吗？能用就用，再买来的也是黑白色的，你不都只要黑白吗？你不给就不给吧，反正我也是捡的。你本来就捡的，那何必捡的话吗？那我的。你做不了假，姐姐看着你出生的。嗯，姐姐是捡的。没有，等一下我去准备，先去准备姐姐那个健康码和那个行程码。你是明天就要报名了是吧？明天去。对，他那个核酸检测已经做好了，48小时内。我先去反映好。妹妹，妹妹9月2号才报名、啊。但是她的学费已经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要765块。学费。765，其中包括500那个补课费，下午补课费。啊。然后就是，什么？餐费。餐费好像是135。一个学期是吧？嗯，然后。你餐费中午不是不要钱了吗？哇。是中午就对了，要钱你指着交钱，哪也不要钱了。姐姐好像不要钱是吧？都要钱，哪里不交钱？一直交钱啊！一共是700多块钱是吧？对啊，还有另外那个保险就自己交了，保险二维码你自己扫自己去交啊。保险多少钱？75块。那就是800多块钱吗？对啊，姐姐可能更贵一点。姐姐初中肯定要贵一点。姐姐明天去，姐姐我等一下先去，所以我要取钱啊，等一下要去准备钱。你去取。老师说，妹妹最好希望我们可以在网上交，所以我就打算给她。但是我里面没钱啊，我余额都没了，爸爸，所以我得要去存钱啊。你等我给点呗。哦，你爸爸是富豪是吧？我空调费还没给呢，我等一下还去取很多钱，我大概从我卡里至少取3000块出来，我先把我空调我出来，我说了我出钱了是吧？嗯。再另外一些什么花呗，一些别的欠的债我都给还完了，剩下他们学费看你了。他700多嘛，在那个，75块点保险，总共800多点。然后姐姐的那个保险，我等一下也提前交了。然后其他的费用，我明天在学校就来交。在老家上学的话，确实学费还是比较便宜的。你在广州的话，你起码比你8000了。跟外面比，肯定是吧？家里肯定便宜啊。他700多还里面是包括了500那个补课费。实际上只有200多块钱。嗯，餐费135。你700多不包括餐费吧？包括了，包括餐费了，那等于学费就100多块钱。咦，他学费没说哎。啊？那我刚刚说看错了吗？再看一下，作业本10块。对啊，还有这个保险费，等一下志愿我要交。嗯。就这些，应该那个课本交到学校去再给。我先把这里面的费用手机上面交了嘛，手机上能交先交嘛。嗯。我是明天报名吗？对啊，作业都要拿过去啊。作业写完了没有你的？写完了。早老早就写完了，姐姐他们班上好多人就开始交保险费了，我就弄钱去了。嗯，我多取一点。嗯，取吧。啊，取多少？那你自己看着办，要多少取多少。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。妹妹8900块，姐姐不会。马上那个房租也要到了，也交房租了。年租。年租对。我先把这个搞定再说嘛，那个房租那些等房东来跟我说，我们再去取钱嘛。马上要交学费了，再交房租，还有那个空调费，
之前天上是借钱买的空调，这一下估计要个万把块钱了啊。嗯，要学费，两个人学费差不多两块钱。嗯，这家房租五千块钱，七千，空调两千，差不多有万把块钱了。要努力挣钱了啊！嗯，等一下我就去搬砖去了。去吧。